哦，他们要三年内修吧，我比较等于没比较好，没比较好，所以他都里来玩那么巴路啊。可以啊，就我姑娘爱的了嘞。阿妈，你呢？哎喽，三百五十八了吧？都说阿拉有玩那么巴家伙，牛刀、大米粒哦，大米粒啊，就不下得了喏，不照得了哦。大米粒玩那巴的好呗，没比啊，比那你开两年都比嘛哇？高木呗，或者没比没不好，两妈没养，或者没比没得老巴呗。哦，他们要三年内洗吧？哎呀，阿拉阿妈这样年龄，都罗看那两小姑过来，都罗阿拉有玩那么巴家伙，牛刀、大米粒哦，大米粒啊，就不下得了喏，不照得了哦，对吧？都的话呗，啊，看那呗，这两小啦，里边没有阿里六百八，是不是？都打发那个政府杂币，阿妈这样年龄也差了吧？我比较等于没比较好，没比较好，所以才都罗里玩那么巴路啊，好。好，可以啊，就我姑娘爱的了嘞。阿妈你呢？哎喽，三百五十八了吧？好，妈哩吼，别一下妈，阿妈点老没有包，爷爷过片，前来片老蛮好的。啊，这不老陪就咋就咋，啊，他多少都干巴了，妈撇大嘞。哎呀，看见了没有？我的米粒玩那巴的好呗，没必要，别那你开两年都别买了，高木呗，或者没别买不好，两妈没养，真没别买，他老爸呗，都也巴的老呗，我喏，都干大买都多了呗，没必要，都我家的，啊，真老有啦，没再包好，没必要，你别伢老伢老来是吧？这都两样我要来撇来了吧，没必要这么牛了嘛，你别伢妈没修，没必要玩的那老巴了不？这个高楼前的楼呢，玩的那那这车车屁股的路了不？哦，今年也罗阿妈哩吼，阿妈阿弟老有阿让我们在乎，都别蛮厉害了，没在乎。我年龄也是喏，阿妈都个啥开那面嘞？啥天我爸爸说起来，到时候都不话啥天个呀嘞，不话是勇敢个呀嘛，别在这。我年龄也罗目标都不拉皮啊，他那面嘞，俺那超年纪啥么天没，俺那老的啥么天没有。比如嘛，哎个木就啥特别了。就木就这样买一下嘛，木就啥特别都花不比啊，我呢，我说到时候木比啊，干啥开那面嘞，对不对？我说木比，俺爷我家罗木比啊，毛那块面嘞，他家罗哎干啥物木比啊，没干啥开啊，可里条哎，路那木得米西个物，比如比如我要多嘞，比如哎个地户个嘞，哎地户哎嘛，我说木比虽然奥米说嘞，啊老穿老歪嘞，哎他家罗，但木家罗木比罗啊，家伙。你的呀，我们个啥个呀，都个啥开呢？哎呦，要来嘞，都做啥阿臭木嘞？面来嘞，看家罗嘞，我都啊都找手机变慢啊嘛哩，阿家我个啥开呢？面嘞，木皮啊，木皮我该来，把一点伢一段路边嘞，所以都真来呢，问我问木皮参开呢，哈，这哈罗米巴太阳罗，公路阿哩打的没有，些时间呢，多时间呢，阿面阿有这时间呢，咱们可立马把它捞过。我比阿爹辈也蛮老没有，别伢伊嘞都太等的老婆。哦，你别伢别老着，米大叔阿罗米嘞，苏州刚把阿米大叔回来，刚拿嘞，都罗嘞为伢看有嘞，么刚拿嘞，都罗嘞为伢看有嘞。我比说阿弟个阿女别伢阿罗不认得呗，不认得个阿伯母伢耶，我比说阿撇车，阿伯母哎罗的不表都哦伊阿边阿妹哎阿罗牛嘞呀，我说。我比着阿弟个妹阿罗不认得呗些，米大叔阿罗阿奶阿罗，我比八楼楼，比那嘛都罗八米皮皮妹，刚从来看比嘞，太不好好。好着，伢娃儿都阿的恐怕么表八楼钱拿嘞，谁抢到我提价吧呗些，都阿哥谁抢到我提价不好。好着好着。都打的苦苦，路比较难，过来路片没么长。而都啊，公路宽比他一段，你别讲路路宽比他一段，没比你呢。他啥路路呀你啊不喏？哦，伊那乌鸡掉你呢？都年路呀了喂哩喏？好，都啊，咱们都明年买呢，没比我娃那把老路宽比你嘞。啊，没比么爱呢？都等你打完，都来又比你啊，说嘞好，都结束这样嘛不？好的好的，明天片比嘛对啊。啊好，哎，我嘛虽然没吃的呀，虽然奥米伽大吃的呀，我比第六家人要比较多，那我还骗你嘛？好的好的。啊好的，都那边嘛，都先到张姑嘛，都那边嘛，都先到出来好，拿回家呗。好的。